一整晚香绵绵的刨冰外带回家，保冷剂绝对是冰品保鲜的最佳帮手。但你知道吗？这小小一包的保冷剂，除了店家爱用外，也可以是实用的居家生活小物。清洗过后的脸比较容易敏感红肿，这时冷冻过后的保冷剂绝对是你随手可得的最佳选择。裹上毛巾，轻轻地敷在脸上，不仅有舒缓镇定的效果，还可以有效收缩脸上的毛细孔。保冷剂妙招还不止这样而已。喜欢花花草草的你有福了，保冷剂让你出远门也不用怕花草会枯死。只要轻松地将保冷剂里头的液体挤在土壤上头，不仅有效帮助植物锁水不干枯，还可以充当吸水海绵的替代品，让爱插花的你有更多的选择。说了这么多，你该不会还以为保冷剂只能保冰保水保湿吧？看到了吗？将保冷剂放进热水里头，泡个2到3分钟，塞进口袋里。冰凉的保冷剂瞬间变成暖暖包，敷在眼睛上还可以舒缓眼压，让你一夜好眠。下次看到保冷剂，可别急着丢了，小小一包，功能可是无限大呢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